看神年哥又来了。哎、欸，趁现在太阳正大，我们来运动一下吧。快点的啦，不要再听了啦，归功。什么归功？全都归功于你啊！快点，快点。艾辰是不是夜店咖、啊？为什么每次一听到这种歌曲就开始摇头摆脑的？就会有很爽的感觉。哎，你看阿翔多穿的，完全假正经唱，都是在晚上在疯狂。我们晚上多乖，都在睡觉。他晚上多累，都要去找女朋友。台北也有，台中也有，台南也有啊。新马好不好也有？新马也有。你太扯了吧你！艾辰，你看，你也换一招吗？啊？你这招啊？大家都这么冷静，就你一个人。没有人要理他啊！没有人要理他，他又在发神经，最没梗的、欸。你真的越来越没梗了，怎么办？你要不要考虑去卖个鸡排或什么之类的？我有想过了。对啊。可以吧？对啊，你可以做马来西亚的鸡排英雄啊！你越来越没可能啊，他害死我哎、欸！害死都是我，不好笑的我。好笑当然都是我，你当然就是等着冷的嘛，一脸都是冷。你看接不下去，你看。你好好写啊！叫我好好去唱歌，你好好去写剧本。确定你要唱歌？不要再发这种演员梦了。你要唱歌？我确定要回家唱歌啊！不插电，整张专辑不插电，整张专辑轻歌专辑不插电，打败小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没钱做，全部都自己来。不插电，连钱都讲不出。排队了，搞不好观众会支持我哎。你再问问看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不，荧幕前面的观众会不会支持你？你会支持我吗？我做一张不插电的专辑。不会。不会，不插什么 ？One take。什么叫不插电？成本。什么叫不插电？不插电就是一把吉他或者是一个钢琴，然后整张专辑一次就是在现场演唱，然后直接录下来就卖。就那个家乐福绿标商品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不对，脏东西。来，刚刚来这烂透了，烂透了。膝盖而已，就这样嘴巴，就这样嘴巴给你特写。哎哎，这骨髓都折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师傅很照顾你，你的人气都是从他那边吹一团过去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粉丝团全部放的都是你的东西啊！各位影迷们，这是公平吗？啊、我要改名成富士神的那个春雨团，改成爱神的春雨团算了。爱神的春宫团。春宫团，别敢讲你。泼上去，泼上去，春宫团。